山西乡崁顶路799巷的周边，差不多拢是农田。日前，就有民众发现水边水里沟的荷花有损害状况。乡公所知影了后，前往会勘，发现荷花损害其实已经一段时间了。乡长表示，经过会勘，发现损害部分有将近一公里长，公所会赶紧向文化水利署，请因赶紧进行维修。山西乡长甲文化村长等人等在山西乡崁顶路799巷会勘水利沟荷花破损的状况。当地村长表示，荷花破损的状况其实已经真久了，会当看到分裂有新的、有旧的。农民烦恼，安尼落去，路边站还有安全点边的疑虑。水沟啊吼，即拢冻土墙拢放起啊，所以造成在咱的村民吼饮水的问题，啊，搁车吼若要驶的时阵。路头吼，拢行伤细条，去互放落去，互跋落去。啊，叫咱会堂迄个乡长吼，啊来甲你斗相共，看会当改善，会当甲咱做袂。哦，这哦，足久啊，已经毋知几年，我袂记啊。放去有一阵啊，因为即个问题吼，愈放愈严重，啊，规条拢一直放放啊，要到啊头前的十字路口去啊。哦，这哦，超几公里有啊。山西乡长表示，无看无知影，一看错一个。这边水利沟的荷花，敢那只有一块啊是新的，其他的所在拢明显使用真长的一段时间，有的甚至拢会当看到地基，而且荷花的管道嘛明显沉落去，真需要进行整修或者是重建。咱今仔吼，拄好伫迄个咱十七线的东边吼，啊，伫个崁顶路甲下昏路吼，这中间，那么说有迄、那个咱做产这小水沟吼，那么经由。咱阮阿船长啊，来甲咱公所反映吼，来现场来会勘来看。那么伊这迄个冻土墙有崩起的情形真严重。那么希望讲吼，咱啊来甲计划做起吼，啊希望讲咱水利会啊，咱来甲相关的单位吼，来提出申请啊，来甲这个水沟啊，这冻土墙吼，这沟啊，甲做个疏泄吼，啊，让咱农民吼，伫咧做田种植咧排水吼，会当较利便，也嘛会当较舒适。台湾水利设施相当发达，也代表着非常的复杂。但是水利单位已经纳入公部部门真侪年了，农田水利单位加速基础设施整建已经是袂当等，啊那无只会阻挡台湾农业的发展。新中华新闻李炳宏山西采访报道。